我押解交给你了，战俘都上车了吗？在后面的车厢里。还有什么需要吗？没有了，多谢清军。昨天大佐叫我过去，说他不久要去清远城，如果我这次任务完成顺利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升职。恭喜叶天君了，你也该努力。 我送你下车。好。你们在这看好了，所有的人员进出都要搜身检查目标。嗨，青木先生。哎呦，青木先生怎么亲自来送平安？真的是辛苦了。有劳何医生了。哎呦，哪里的话，大佐吩咐的事情，我当然得亲力亲为啊。 这位是跟随的护士，对啊，我得送着他上车以后，我才放心嘛。带这位护士检查一下行李。哎，何医生，我肚子疼又犯了，我要去厕所。哎呦，真是麻烦。哎呦，吉木先生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啊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嘛？ 你放心，我跟你保证，他一定可以坚持到目的地的。而且，我派过去的护士也是一等一的好护理啊。像他这种症状呢，医生根本已经没有用，因为已经不能进行治疗了。要不然，我肯定自己去了。更何况恒山先生最近身体欠佳，我也走不开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只需要护理就行了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像他这种情况，一个好护士。 秦木先生，我最近听恒山先生说，最近给您放假休息，多好多体贴的上司呢。这刚好，您到医院来找我，我给你好好的检查一下。你好，小姐，你的包很漂亮，是自己绣的吗？ 是老家母亲留下的。你好，王爱同志，我叫张春明。你好，不要回头，一直跟我走，火车开通之前，请务必离开的。跟我走。何医生给那个护士吃了泻药，我去截住他。随定便。 我知道了，小心啊！好，秦木先生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也是操心的命。这里不是有野田君吗？把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不就完了吗？秦木先生，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劝，去医院好好的检查一下，大病都是由小病造成的。你看看，恒山大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 平时都好好的，那心绞痛犯起来，真的，吓死个人了。叶天君，时间快到了。是的。那个护士怎么还不回来？哎呦，秦木先生，还好说一下，我都把这个事情给忘了。真的是抱歉啊，秦木先生。其实像他这样也是一种病啊，一紧张肠子蠕动就会加速，就会引起肚子痛。不过这不会影响。 这个人是军部医院的吗？那当然是啊，可是在医院里工作了很多年有经验的护士。你好，是沈护士吗？啊，是。
您是？以为女士在等你，你先跟我来一下。等我？对，来。委屈你几天，不会伤害你。时机一过，我就放你出来。您的医药箱已经送进病房了。啊，谢谢。喂。您就是那个拉肚子的护士啊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这一紧张就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去检查一下病人的情况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去忙吧。站住！把口罩摘下来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要开始我的工作了。还是个大美人啊。
况很稳定，我出去透口气。哎，大拉，我不用，给小工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哪来的枪啊？还用问？八路那顺的呗。你偷部队的枪？哎，别说的那么难听嘛，都是为了打鬼子，这是临时借用。这会儿太安静，应该王大夫他们还没有动手。我们现在得赶快弄清楚王爱还有战俘的位置。我们得快点，我怕越久越容易暴露。漂亮的护士，病人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请叫我沈护士。病人一切正常，可能由于移动的关系受了刺激，所以需要紧密的观察。嗯，
沈护士，这一路有这么漂亮的小姐相伴，我忽然感到有一些庆幸。我想沈护士也会有一个很好的记忆的。对不起，我要去给病人换药了。送了一个美女，我可不能浪费了。你，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摆在那儿，可惜了。我喜欢，畜生！一会儿我会向你变乖的。不要！啊啊啊！放开我！啊！放开我！啊！报告，病人醒了。去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可能是药物起了作用，他的求生意念非常的顽强。你说什么？什枪里面还剩两颗子弹，你要是不老实的话，一颗就送给你，还有一颗留给我自己，也不会让你们抓住我的。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乱来。别动。和你一起杀鬼子。对，好，等完成任务，我跟你们去会合。站住，快撤，快点。
伤啊，都不知道谢谢我一句。谢谢你，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兄弟了，以后你说什么都听你的。别，你是高级学府里学出来的大团长，我可受不起。沈小姐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缴械投降吧，你觉得你能跑得出去吗？都给我往后退，往后退，都不要用枪指着这位漂亮小姐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说那么多了，赶紧帮他们。怎么办？
救了自己的兄弟，救了自己的女人，现在还跟鬼子耗什么？赶紧跳吧！快跳！地方隐蔽，我帮鬼子引开。你要小心啊！嗯，开走！枪决野田的任务就由你去吧，他不是你的同乡吗？死在你的手里，也许他会更安全。野田君，这就是战争，没有万无一失，只有一失万物。谢谢了，王大夫。哎，真是我命大，在这儿能碰到你们。刘队长，你怎么被鬼子给盯上的？我到城里送情报，就被鬼子盯上了，一直追到这里。哎，哎，听说是你们劫的火车。嗯。好样的，
不过这里我们不能再待了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刘队长，你跟着我们一块回支队吧，等伤养好了再走。这点伤倒没什么，不过我正要找胡队长商量点事情，咱们一起走吧。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还有七个月，我就要回到日本了。怎么死？我不甘心。江木君，如果有一天见到我的家人，请转告他，我是牺牲在战场上的。拜托了。放心吧，何医生来了。青木先生，麻烦何医生了。哪有啊，不过这又是怎么了嘛，又让我到这种又脏又臭的地方，真的是哎呦，讨厌死了。乌鸦死了，你送的那个护士是地下党。什么？小沈护士是地下党员？这怎么可能啊，你们有没有搞清楚嘛？沈护士失踪了，有人冒充他上了火车。失踪？那这么说小沈护士是出事了。你说我怎么跟他爸妈交代嘛？哎呦，何医生，你还是交代交代你自己吧。我有什么好交代的吗？我有什么好交代的吗？哎，青木君，你不会是怀疑我吧？你难道忘了那天是我们俩一起把小沈护士送上火车的？你还记不记得啊？何医生，你要是不交代，就会像他一样。哎呦，你这是污蔑我，你凭什么怀疑我啊？把他给绑了。喂，进不进？美智子小姐，你帮帮忙，你帮我说一下，你告诉他，我和少君绝对不会是奸细的，你放开我。青木上尉。何医生可是大佐的亲信，你要慎重。没抓到人之前，谁都有嫌疑。青木先生，我对你那么的好，我还让你去我们的医院检查一下身体，你都忘了吗？还有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那要是横山大佐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。你快点放了我吧。待下去。放开我，青木先生，横山大佐不会同意你进不进，放开我。青木君，这是冤枉的，青木君，青木
钱穆先生，你放我出去啊！我是被冤枉的，钱穆先生，钱穆先生，我要告诉恒山大佐。梅智子小姐，麻烦你今天到车站把所有的人都抓了，一个都不能漏掉。今天晚上我要集中审讯。嗨。带走，看看还有没有漏下的人。哎哎，你们不能这样，快点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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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。美智子小姐已经去车站抓人了，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嗯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时间。嗨，大总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向您汇报一下。什么事情？医院的何少群医生目前在监狱。何医生？何医生跟这件事有关系吗？目前还不清楚。可是他有重大的嫌疑，那天是他送沈护士去车站的。何医生虽然救过我一命，但他是中国人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慎重。明白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委屈一下何医生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要对他用刑。嗨，属下知道。你快去办吧。嗨。安静点，不许吵，安静。奇怪，我为什么会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吧？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一个共党的地下情报人员，我希望你能够站出来，否则五秒钟我杀一个人，直到杀光为止。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五四三二，等一下，把他们两个关起来。
法吗？嗨，走走。谁？是我，娘。娘。情报送到了吗？你赶紧回支队汇报一下，铁路上的同志被抓了，还抓好些人。何医生现在没消息了，那你跟我一块走吧，留在这儿会很危险的。不行，我得在这儿等何医生的消息。你赶快回去。行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别从这儿走，走后边，快点。你们是怎么传递情报的？别费劲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只接受命令，什么人也不知道。啊！说，你们到底怎么传递情报的？死活都不说，说不说都没问题。梅之子，派我们的人穿上便衣，化妆成牢里的犯人，让火车站运转一切正常。中国人管这叫守株待兔。把所有去见张顺民的人全部抓起来，里边一定会有地下党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吓死人了！吓死人了！快点放我出去！你们都快放我出去啊！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横山大佐的朋友，我认识横山大佐的，我要见横山大佐。放我出去！我要见横山大佐。出去，放我出去！这个鬼地方我真的待不下去了。我要见横山大佐，我要见横山大佐。对不起，何医生，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放。我得对大佐负责。秦木君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我求求你放我出去啊！这个鬼地方，这个鬼地方有蟑螂，我最怕蟑螂了，而且他们还打人，还死人，我害怕。我要见横山大佐青木君，我求求你了，青木先生。这样吧，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去请示一下横山大佐。我等你了，青木君，谢谢青木君。长官，需要去报告横山大佐吗？不用了，让他在这儿待着。嗨。你知道我不喜欢拖沓，赶快把组织的情况告诉我，我让你活得好点，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。本来杀了哑巴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你，可惜让你给弄了。死了我一个，还有后来人。说不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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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说，说不说？你到底说不说？说不说？长官，说不说？我死了，说不说？拖出去，城门守挂三天。